清茶一杯喜相逢，抗日急急令，大裤衩认怂。不，噎哪儿了？您这什么情况啊？情况，别提多雷人了。天天雷人。今天也就是9月5号、啊，世界杯预选赛，国足首战日本。嗯，亿万球迷摩拳擦掌，好，提前为防不胜防的输球准备好各种打砸摔的东西之际，呵，大裤衩央视五套表示，怎么了？暂无直播计划啊！祝大家晚安。晚。洗洗睡了，五套套长说了，他套，不睡还能干什么呀？啊，转播看国足出丑，给足球办的主任习近平添堵。呵，这我们遭殃电视台够遭殃的了，啊，不需要再遭殃了。这行一场0-7，嗯，让大裤衩没有最遭殃，只有更遭殃。您说诡异不诡异？央视大裤衩茬长表示，茬长，再诡异也没现场那真人秀肉喇叭诡异呀。也不知道从上世纪军装哪个衣服褶里蹦出来这么一奇葩，这词儿扯脖子喊三个不相信啊！往这儿看，不相信要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要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要消灭不了的敌人。抗日雷人剧足球版走起，嗯，还什么不相信有消灭不了的敌人，嗯。不，您跟国足说去啊，这下午拉拉队算什么本事啊？国足表示，啊，甭跟我们说啊，不相信。我国足相信有消灭不了的敌人。Yes， 不但信，我们还对被敌人一举消灭，特别有四个自信。Oh yeah， 这国足有一说一，没绷住。事实证明，人国足真说到做到。行行行，一眨眼功夫，中国队与0-7完败给日本队，知道创下两队交手以来最大分差记录。您再说了，您0-7，您说丢不丢？哎呀，中国球迷看这结果呀，全热泪盈眶，口中念念有词了。念念有词，这吓是气神经了，给这么念的。在如此江河日下的当下，啊，国足在一如既往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还把0-N的数值大幅拉升，啊，刷新记录，岂不令人欣慰哉？我赶紧扶着点，这留神栽那儿一会儿再。打击太大。直播说球的亚洲足球先生范志毅，啊，都怀疑人生了。嘿，老范有一说一，啊，糟糕。我这比分牌只准备了6分，还给我来个0-7。蹲小号里面那李铁一边偷乐，啊，一边给出终极答案，破纪录超预期，那还不得感谢咱足球办主任领导的好啊。范大将军表示，啊，他这一领导就行了，啊，我咋突然有种想跳进黄浦江的冲动呢？那您没说那前跳水冠军田亮表示呢？啊，我咋有种想去江边看老范水花压没压住的冲动呢？事后 CCTV 表示，总台这次彻底经受住考验。考验新一轮抗日战争又胜利了。什么意思？0-7还胜利了啊？顶住了压力，啊，成功避免了让日本人霸气侧漏的危机。这围堵不良信息，啊，守住四个自信，小妹赢的不是一般麻呀，大获全麻，我知道，这人眼睛雪亮。嗯，据说呀，大裤衩茬长提前6天就夜观天象去，会这个，刚一抬头啊，就是撞上一扫帚星，那茬长二话没说，直接一锤定音，啊，Game Over， 取消转播。您看，这就取消了。嗯，不是，您怎么跟球迷交代呀？茬长早就想好万全之策了。什么意思啊？央视官方发文，啊，哎，深知18强赛举国关注，But 啊，对方报价太高，这什么玩意儿？高的极度极高，令人发指。这谎话，果儿。总台坚决抵制境内外资本搅乱体育版权市场的犯罪行为，各位等着吧，万一主办方一高兴痛改前非，授权咱们免费转播，那我有急事啊，谢谢，再见啊。这妈呀，这脚底板抹油，三丫子先天为镜，您这溜了。有茶友啊，不是，有个网友啊，到央视留言区瞅了一下，数了19000条评论，这么多，全举双手双脚赞成大裤衩决定的。呵，人还说呀，这是遭殃电视台建台以来最正确的一次决定了。纠正一下啊，不是最正确，啊，是最明智。哦，总书记兼国家足球办主任习近平表示，啊，知道。一点不明智啊！遭殃电视台完全没算经济账，不是
经济账啊，您笨琢磨呢啊，要是大张旗鼓隆重的转播这场比赛啊，那得有多少粉红群众砸电视摔手机撞汽车点着房子呀，这甭点了，这下手轻点，这房子也点，等消停下来恢复了理智啊，那又得有多少人买电视买手机买车买房，这得拉动多少消费呀。明白了，遭殃电视台不转播啊，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形势的大好度。我就问茬长，你的心不会痛吗？我啥也不说，敲锣。墙里墙外金句妙评，欢乐开挂直面人生。茶友们好，我是刘卓。我是李正，老北京茶馆又跟您见面了。哎，继续盘点厉害国笑掉门牙的新闻段子。必须扶好门牙，各位。书接前牙，就在党国经济下滑、失业扎堆、消费躺平，党不知道想什么馊招掏空韭菜钱包之际，天天想这个。中共党魁习近平震撼宣布，有什么事儿？在为非洲国家提供3600亿元的援助，为非洲创造至少100万个就业岗位。往这儿看，中国政府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中方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向非方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我的妈呀，这败家大傻逼气势，嗯，不是一般豪迈。好。好的，哇哇哇哇！尤其看完中非论坛核定本之后，啊、这就又要核定本。那这次您定的啥呀？核定之一，嗯，9月1号、啊，新华社定调特稿。什么呀？中非合作成功丰富了非洲人民的粮袋子、钱袋子。前面那什么丰富了谁的钱袋子？非洲人民，听明白了吗？噎这儿了，给我核定这儿。9月5号，习近平撒币3600亿，鼓励非洲在华发行熊猫债之外，还宣布，中共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一刀切提升到战略层面。这老习怎么没说把中非各国辈分全统一称爷爷呀？张维维教授表示啊，我觉得吧，这就是一种自信，花钱当重孙子的自信。某些失足青年有点羡慕妒忌恨。抱歉，您误会了，不是妒忌、啊、是感动。哟，人民群众觉悟都高成这样了，高，网上全高呢啊！宁可让中国人砸锅卖铁、嗯，也要让非洲大兄弟过上穿金戴银的幸福生活。嗯，这是什么核定本精神呢？夹带核定本私货，妄议习大的。没妄议。那什么？党新说话、啊、干脆吧、啊、你们核定我们也核定，咱全核定、啊、蔡奇呢？蔡赶紧呢，人民日报头版二版核定本走起、哎、头版二版全霸屏了。您以为呢？但只见9月4号头版、啊、大字中分、嗯、左黑白右五彩，各种会见握手检阅、嗯、看二版大字五彩置顶，各种豆腐块老习重要讲话，这忒老脸一红。9月5号头版色彩错位拼图，错位、啊、宴会检阅混搭、啊、二版九宫格各种会见，总书记胖手赢麻，被乐各种老虎钳子轮番加一遍、哎、这手要残，哎呀，架不住人身残志坚呢，不行、嗯、趁会议间歇、嗯、蔡奇把地方报给拽过来了。地方报总书记啊，您看3号羊城晚报怎么了，用的是
牛皮癣豆腐块组合，什么这是？全是您的消息。行，还有四号这个啊，外甥打灯笼照旧啊，照样全是您消息。那广东省他们自个儿消息就在最右下角放了一小丢丢。总书记听完表示啊，对党媒官媒各级官办报纸的表现，嗯，我本人非常满意。满意半截儿啊，总书记疑心病犯了，怎么了？等会儿啊，小蔡啊。你这是把我挂头版二版上晒呀、啊？晒，然后提醒韭菜屁民，啊、我撒出去3600亿吧。完了，拍马屁拍半天，马蹄子驾到、嗯，蚂蚁死亡螺旋，啊、这蔡奇不转迷糊是不算完呢。把蔡奇气的、嗯，翻墙用小号给反西言论点了好几个赞。好，这还是当反贼心里敞亮、嗯。都给哪个反动言论点赞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反动言论啊，蔡奇承认那都是党自己的公开数据，公开只不过被反贼给核定了一下。嘿，比如这个啊，嗯、民政部说、嗯、去年全国老年的福利的资金一共才421亿出头，哦、啊，还不够老习撒币3600亿后边那零头呢。行，养老服务基金223亿、啊，更不够那零头。习送给非洲的真金白银、嗯，够咱们中国养老投入每年翻。连翻3年的，三年是中国老年人全都哭混在自个儿那小院里边了啊！这砸锅卖铁也得撒币，这250卖国加速，亡国倒计时啊！这是你懂的。总书记表示，光听说我是亡党亡国总加速，认了。什么时候卖上国了？不明白？您看这核定本啊，你党给非洲人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嗯，广州官方说了。总书记，能不能可怜可怜我们呀、啊？怎么了？截止上半年，我们广州有统计的失业人员就90万，啊、我们这活该失业呀、啊。总书记表示，啊，哎，吐槽没创意啊？什么意思？我给你们上一个高端大气的，什么？谈笑有黑儒啊，往来无白丁，啊、赶走500强，招来500穷。横批，您请继续。总书记先说话，品出撒币的重要性来了，这品出来了。哎，那帮穷国大 boss 一来呀、啊，一个个穿金戴银的，是，全是管子。咱党国那多有面子呀！面子治国、嗯，彻底把那非洲大兄弟头头脑脑拉下水了。嗯、没有骂你这玩意儿，联合国咱们鼓捣什么事儿时候，人没给你投票啊？这小九九啊，北京律师赖建平早给您掀锅盖了啊！告诉说。中共撒中国的血汗钱拉拢非洲国家，目的呀特别明确啊，就是在国际上面要支持他反美反西方，跟人普世价值民主宪政唱对台戏。对了，代价是什么呢？把所有腐败给人非洲输出过去了，这是重点。总书记说了，我共输出腐败呀、啊，可以用方方面面方便面来形容，混装油炸出来那种方便面。跟您讲，光撒币绝对不行啊！人黑哥们儿得要政绩，政绩注意啊，政绩必须坐实坐牢，坐到表面上，表面上啊啊！您比如说援助非洲，盖政府大楼，盖议会大楼，必须要超级豪华，近乎奢华，嗯，装饰各种非洲当地的图腾纹样，满足黑老大们晒自己政绩的朴素愿望，哎，让他们四个自信爆棚，对我党佩服有加，感激各种策应的愿望油然而生。明白了，一边帮他们凑政绩、啊、一边给他们那塞支票呢，还得、嗯嗯、甭光知道无私奉献 啊，来拿着吧，给咱孩子整点什么飞机游艇乱七八糟的、这人会读心术。总书记都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我党这么玩儿，可劲儿往下拉他们腐败，不会是有点缺德吧？缺德，你党还知道缺德呢？啊，真要知道早谢罪自杀了。蔡奇都有点小紧张了，哎，紧着跟管网络的念秧啊。有什么呀？删帖的千万别睡着啊！呵，老习有时候就刷屏了啊，万一看着骂他卖国贼。那咱全得跪搓板去。这蔡奇看着那条留言，嗯，吓得赶紧把眼给捂上了，把眼捂上了。这货还是中国人吗？哎，自己国家国民都快失业饿死了，就关心非洲人家工作。啊，这习某平真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卖国贼。总书记表示，啊，我很淡定啊，党我不分这人。
党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卖国贼，我是保党小能手，负责保卖国贼的。党在我的保护下，全建制卖国撒币，撸起袖子来加油干，还挺美。这不是一回事儿，也让他保党保成一回事儿了。哎呀，没辙呀、啊！总书记现在啊，时运命不好，搬石头猛砸，习主席脚丫。有亲家，老习都听糊涂了啊。前几天我刚发表完重要讲话、啊、我党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掘墓人破坏者，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啊、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嗯、缺少中国味儿的人。结果怎么了？有人发现、啊、我就是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的人。因为我宣布向非洲撒币3600亿，还零关税，还100万工作机会、哎、还支援他们军费、哎、还避免哎行甭再说了、啊、打住吧、嗯、甭上政绩了，我们全知道。咱脾气这么不好啊，真有人知道。网友老罗就说了，以一国之力养活整个非洲，这总书记干得漂亮，确实漂亮。这中共发起狠来、嗯、对自个儿人都黑、啊、生怕人不知道、嗯、他们就是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行了，循环播放我们受不了，您知道吧？还好意思。开启查尔民调，您如何看待中共狂撒3600亿人民币支援非洲穷国？赶紧上备卷答案吧。一，花钱买选票、嗯、方便在联合国上下其手。您看看。二，撒币非洲输出腐败，控制穷国，拼凑执政合法性。执政合法性。三，撒币是洗钱、哦、很多钱最后进的是中共高层瑞银账户，跟这儿搁着呢。四，以上皆是，还有更多、嗯、赶紧在留言区敲下您的数字。哎，说下边故事之前、嗯、分享一位茶友的留言，说听今日妙评。嗯，其实对于赖清德总统建议习近平去收复被俄国抢走的土地，这大实话，大实话怎么了？哎，最好笑的是、嗯，中共不敢回应 ，but 俄罗斯外交部立马做出回应，回应印证了两件事。说说，首先证实了中共瞒着中国人把领土给放弃了，其次证实台湾跟中国它真是互不隶属，这好，所以俄罗斯才叫台湾不要帮北京索要土地，咱真得感谢俄罗斯外交部主持公道，主持公道。这看着普京在地堡里边透着乐啊，这赖清德跟台湾总统府公开乐，总书记表示我忍了吧，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去。您是不知道，这两天呢，老习被这事给臊的，都不知道恨谁了。不知道恨谁啊？不是赖总统和普大帝吗？嗯，不全，还有宇宙无敌大将军三胖。三胖，哎。老习呀、啊，严重怀疑金正恩趁火烧鸭子，跟普丁丁、赖清清沆瀣一气，合伙羞辱自己和自己肩膀上那200斤麦子。不，等会儿羞辱麦子干嘛？不是麦子，是肩膀上扛着的统一大业不动摇这口头语儿啊！这难不成金三胖要跟台湾建交？您更会吓唬老习。不是，那您是这样啊？说。8月31号那天，嗯，有个身份可疑的网友啊，也不知道是假装自己是朝鲜人呢，朝鲜还是真是朝鲜人，朝鲜人，反正以朝鲜人的身份啊，向美洲地区中共驻当地大使馆群发邮件，询问如何办理台湾签证。哦，那么多国家群发，哎。几天之后，嗯，中共驻智利使馆发来回复，智利啊，说说，尊敬的客户，我们无法帮助您，因为我们是独立于台湾的。我的，很快墨西哥，蒂华纳总领事馆也回复，啊、抱歉，使馆只签发中国签证，呵，您应该向离您居住地最近的台湾领事馆或台湾大使馆。查询相关信息。您这都是中共使馆官方邮箱发的官方回应、啊、对溜，这两份官方回复往这儿啪叽一撂，亮了。哎呀，朝鲜牌网友直接笑不活了。这我到底该听谁的呀？没法。一个说我们独立于台湾，嗯，一个说我们只发中国签证，对，您得找台湾大使馆。两岸互不隶属，这胡椒面给老习脸上呼的。党国两家驻外使馆彻底涉嫌台独，真是。两位大使表示，嗯、要不这样吧、啊，
总书记，您别老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人策应非洲人了。人友邦总统赖清德都急您之所急了，帮您了却一桩守护祖先领土完整的夙愿，多好的建议呀！您倒是撸起袖子加油干。老习在中国梦中表示啊，等会儿我再听听这赖清清怎么给我建议的呀？往这儿看，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这个爱魂条约所签的那些土地呢？没错，现在俄罗斯是最弱的时候啊，对不对？你清朝时期所签的爱魂条约，你中国现在可以跟俄罗斯要啊。总书记啊，您别把脑袋扎非洲沙子里不出来，分享一下夺回海参崴的计划呗。一尊先慢慢想，这答案有点复杂、啊，咱先来了解一个好消息。哎。干什么吆喝什么，咱们是茶馆，还是给茶友们介绍一下镇馆老本行，台湾高山茶吧。没错，就是这三款高山茶。嗯，这个最近蓝莓优品呢推出了台湾高山茶的特价套装啊，由这三款台湾高山茶组成。嗯，你想尝试不同品味高山茶的茶友，如果想购买套装，可享受8折的优惠。嗯，多好的政策。三款高山茶分别是台湾玉山高海拔乌龙茶、阿里山高山乌龙茶、阿里山红茶，中间这个。其中呢，这个台湾玉山高海拔乌龙茶呢，产于台湾第一高峰玉山1450米的100%无农药茶园。嗯，这个玉山茶区啊，常年云雾缭绕，水气丰沛、嗯，但是因为地势原因呢，这茶叶产量非常少。嗯，这个玉山乌龙茶您泡出来以后，茶汤色泽蜜黄明亮，品起来有特别的香醇回甘。注意，乌龙茶好在哪儿呢？乌龙茶里边的儿茶素含量仅次于绿茶，抗氧化，能有效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等有害的物质。对，这个套装里边这个阿里山高山乌龙茶呢，是产自台湾的阿里山茶区，也是全过程无农药栽培管理的，纯手工采制，茶汤呢金黄色，透明无浊，喝起来顺口清爽，没有涩味。最后呢，同样产自阿里山茶区的阿里山红茶，就是这款，也是纯手工采制，而且只采一片嫩芽叶，8斤茶茎啊，才能制成1斤红茶，损耗高，特别的珍惜。是，您要是细品阿里山这红茶，会闻到浓浓的果香，对，不涩清爽甘甜，而且是蜜枣色的茶汤，对，让您在初秋的时节感受暖暖的温意。购买链接呢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还有置顶留言里边，感兴趣的茶友您试试这个套装呗。好嘞，进入茶友互动环节。首先是咱们的民调结果。嗯，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这中共突然高调纪念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烈士的行为呢？啊，怎么看？从节目发布20个钟头的数据来看呢，答没原因，偶尔精神病发作，14票。哦，二一会儿拉一会儿打，玩两手抓的小伎俩，15票。三突然示好，是被打疼了，曲线认怂，37票。多了。以上皆是，还有其他可能，98票、嗯、占了最多60%。认为被打疼曲线认怂的比前两项加一块还多、嗯、但是最多的是全部包括以及更多可能。行了，咱们继续上茶友的留言。听今日大实话，美国援华飞虎队是援助中华民国，跟中共有毛线关系？开特摸不要脸。行，再听另一条今日大实话。我是万恶的茶友，我来说一下啊，陈纳德将军和中共没有半毛钱关系。这美空军身上背那盟军旗啊，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听今日好问题。快80年了，才第一次公布，您早干嘛去了？打早反美去了。哦，接着听今日新发现。说。飞虎队的机翼有青天白日标识，那 CCTV 公布那是修过图的照片。尴尬不？听今日好回忆。嗯，我手里有一件飞虎队队员的飞行服，是我一位同事的父亲留下来的。皮质的衣服陈旧了，字迹也模糊了，但是依稀可见繁体字“来华助战”等字样，还有飞行员的编号。繁体字穿越感拉满了。听今日好见地。赖清德说的不对。中共要吞并台湾，既不是什么民族，也不是什么秩序原因。说到底是什么呢？台湾呀，是中华民国独苗。哦，中共要的是中华民国彻底消失啊，这样呢，他中共才能没有自卑感。自卑了。中共其实心里也门清。嗯，只要你们中华民国还存在一天，
中共的合法性呢就会被挑战一天，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一天到晚花钱买外交的原因。如果这中华民国不存在了，您猜猜中共还肯花大价钱买那些不入流国家的外交吗？这问题答案地球人都知道。听今日好建议。怎么建议？咱们大家都健健康康好好活着啊，咱看看他们玩完的时候，玩完之前您也得留点神啊。接着听今日好提醒，小人跪地求饶，千万小心。一位茶友啊，也曾经在军中服役，对，他听了昨天美国空军茶友的故事，发表感言，说说听今日好有趣。我也是扁平足，基本军人训练 BMT 呀、也特别辛苦。真是有趣的是，我一直到退伍以后做足疗，这反射治疗就俗称脚底按摩的时候，我才知道怎么回事。您说这巧不巧？行，咱分享了很多茶友非常棒的留言，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得嘞，凝聚正义良知，开启国人智慧，让这束星光照亮更多的同胞。欢迎各位茶友点订阅，更欢迎留言点赞。如果您愿意跟哥俩一块点亮星光，欢迎点击题目下方以及置顶留言里边的赞助链接。您的资助对我们至关重要，让我们更专注、更有力量，做出更多传播真相的节目。也欢迎感兴趣的茶友点击哥俩推荐的三款台湾高山茶的组合，相信您绝不会失望。各位茶友，下期节目再见。再见。